你怎么没有颜色呀？来，我帮你挑一个超级漂亮的颜色。我来把这五种好看的颜色全部混合在一起。哎，混合成一个超级漂亮的颜色。我来帮你涂一涂，涂涂涂。哎，我明明给你调了一个这么好看的颜色，怎么涂出来是黑色的呀？我听小伙伴们说冰公主被黑化了，我还不相信呢。这黑乎乎的一片，该不会真的被黑化了吧？我们来把身体给它涂出来。哎，这身体看起来没有问题呀。我再继续涂涂涂。就剩下最后一张脸了。你可是最善良的冰公主。现在我要把脸涂出来喽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冰公主真的被黑化了，这也太可怕了吧。原来小伙伴们没有骗我，你真的被黑化了。